服务生就跟我讲，这个山洞呢已经是有260 million 的年龄，也就是2亿6千万年。Yo， 大家好，我是 Jeff， 我是 Lila。我们今天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怡保的树林洞，在怡保的洞。各位不开心的事情总是要过去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努力的面对我们的生活了，带给各位很棒的体验跟资讯。所以今天这集就跟着我们一起去体验怡保的洞。现在呢是要去一个怡保很著名的，它被列为呢全球 top 5的 bar。Top 5 不要开玩笑的，而且竟然在马来西亚怡保，然后最兴奋的是它是在山洞里面的，而且呢这种时候总是会带着两个多余的人一起来，他们就被逼每次要来。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这个酒店的大厅，他就要带我们去这个洞里面。他叫什么名字？ Jeff Seller。 Jeff Seller 跟我同名啊，带你们去参观我的山洞啊。来，这间我的子公司，都跟他们讲我的店了，不信。哇，带你们去参观我的店，这个体验真的很特别。有一个少女般的转圈圈，然后勾到石头跌倒，一二三，哇！还要带你们去奢华的体验，来我的店。我们进到来里面了，整个感觉真的很屌，超厉害的，哇哦！乡巴佬平吗？这个乡巴佬平，哇！我们已经乡巴佬回到山洞了，这个才是我们真的家。这个就是钟乳石啦，各位。然后这个是人工制作的，不是真实的。他将要送我们一些很特别的东西。我们今天有巨星般的待遇哦。这间房间里面的红酒是 Mr. Jeffrey， 就是他们的 Founder。就是丹斯利尼他所有自己的收藏，这里面的价值呢2 million， 所以平常是不可以进来的，真的很荣幸可以看到这些酒。然后这个是有他自己名字的酒，然后你们看到的所有的这个山洞呢，就是丹斯利自己的一个私人的地方来的。然后现在呢他就把它开放变成一个餐厅。This is cognac, it's a brandy, it's a Louis XIII. Okay. Market price will be around 13,000 to 15,000 ringgit. Every bottle has their own serial number.And the bottle is handmade crystal bottle. 15,000 市价. This is the China rice wine. It's a mountain original one, sir. 35 to 40,000. This is equal to 1 MV. Oh, 这是成龙的特别版。现在呢我们要去他们的酒吧的 area 去喝酒，因为 fine dining 的话我们没有 booking 就吃不到，然后一个人是600直接马币，他的菜还蛮不错的，所以还算是合理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去体验一下这里喝酒的感觉是怎么样。这是他们在动工的时候的照片，这是苏丹，这是他们的包的。在来之前我不觉得很兴奋，可是进到来我傻眼了。你可以想象一个天然大自然的地方多么的漂亮，配合着所有的设计跟灯光。没有想到马来西亚竟然有这么神奇的地方，他拿到 World Top 5， 马来西亚 Top 3， 我觉得他应该是 World Top 3才对，太震撼我的眼球了。我是看到刀宝，所以我就跟他讲我死到来。我觉得静静的欣赏这边是我最想做的东西，它是我近期觉得最屌的一个行程了，一个地方真的很酷。刚刚呢，这里的服务生就跟我讲了，这个山洞呢已经是有260 million 的年龄，也就是2亿6千万年，这也太夸张了吧。刚刚那个人也跟我们讲，就直接讲，就是在我现在给你们讲这个洞哎，几百万年前呢，它在水下面 ，OK， 它现在已经出来了，那个洞出来了。
这可以啊。其实我相信呢，拿到 CNN 评价的世界前五大最特别最棒的酒吧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没有订餐，也就吃不到他们的 fine dining， 但是我们两个都讨论了，我们下一次呢一定会回来这里去体验他们的 fine dining， 非常值得过来试一试。真的，我从半信半疑到来到这边之后，真的觉得如果你没有来到的话，你会此生后悔，而且你没有想到呢，马来西亚竟然有一个这样子的地方，你不用去到国外就可以看到这么美的风景。店员有讲，在这世界上只有三个地方，第一个是土耳其的，第二个是哪里？斯里兰卡，然后第三个就是马来西亚。然后我们四个人喝了 mocktails 也不贵，90多块，以这样的地方来讲啦，还算合理的。有机会的话，你们可以来这里走走看，我觉得会很爽。因为我们其实睡得很少一整天，但是来到这边，整个人的疲劳都没有掉了，对不对？真的很享受。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记得订阅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 打开我们的小铃铛，你就会看到我们的新影片啦。See you guys.